我们看 SPM 2016的 diagram part show the curve y 等于四 per x square y 等于四 per x square， 然后 y 等于 mx 加 c， 然后 straight line 是 tangent to the curve f 2e， 所以我的这一个 y 等于四 x power 减二，我的 dy dx 等于减八 x 减三。然后它也是减八 over x power 三，而 gradient of tangent 等于那个 dy dx 当 x 等于二，所以它会变成减八 over 二 power 三，所以它是减一。然后我的 gradient of tangent 等于减一，它经过的点是二一，所以我的 y 减一等于减一 x 减二。减 x 加二加一，所以 y 等于减 x 加三，这样 ，OK。所以在这一边题目呢，要我找 m 等于减一 ，c 等于三，所以这一边是三 ，OK。然后x 等于零的时候 y 等于三 ，y 等于零的时候 x 等于三，对。好，还有你找 area of shaded region。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这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二 e， 二 e 是什么呢？向前走二，向上走一，所以这一边的高度是一，这个也是一，所以我的 b 呢，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 integrate 从二到四 ，OK， 然后 dx。里面放的是这一个四倍 x 块，就四 x power 减二，减掉二分之一乘一乘一，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integrate 四倍 alpha x 块从二到四，然后我拿到的是一。OK， 减掉一百二，所以它是一百二，所以这个答案是一百二。好，他说 volume of revolution the region bounded by the curve the x axis 还有 x 等于二跟 x 等于 k 360度 about the x axis 360度 about the x axis 这样。OK。So 它在这一边，它是 region bounded by the curve， curve 是这个，然后 x 等于二是这一条，然后 x 等于 k 我不懂在哪里，我当作 k 在这一边，然后 x axis 是这一个，这样 integrate360度 about the x axis， 所以我就知道 pi integrate 二到 k， 然后这一个是 dx 里面放的是 y square 等于三八倍八一 pi， 我 y square 是什么东西呢？我的 y。等于四倍 x 块，我的 y 等于四倍 x 块，所以我的 y 块等于四倍 x 块的 square， 十六倍 x power 四，所以我的 pi 跟 pi 可以约减，然后我的 integrate 二到 k， 十六，这个是十六 x power 减四 dx。等于三八倍八一，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十六 x power 减三除减三，从二到 k 等于三八倍八十一，然后它会变成，减十六倍。3x power 3 2到 k
388亿。所以我的这一个是减16倍 3K power 3减16倍32 power 3 388亿。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那个我把我的这个加搬过来变成减，我把这个搬过来这个搬过去，所以它就会变成了16倍3824减388.81等于16 over 3k power 3 16 per 24减38 per 81，它是16 per 81，16 per 81等于16 per 3k cube，所以我的 3k cube 等于81 k cube 等于27，然后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 cube root of 27等于3。 OK， 乘搬过来变成除， cube 搬过去变成 cube root， 所以我的 k 等于3。 所以我的 k 等于3的时候呢，其实就在这边而已。 OK， 我原本以为什么，然后我要检查我的答案的话呢，我就这样 pi integrate， 然后这个是16 over x power 4从2到3，我拿到的是388.81派，所以是对的。好，这一题比平时的难。